你看这个也可以。看看。等一下再换你。七七零零，你们在玩什么？我们在玩可以被风吹起来的玩具啊。你看这些都可以哦。哇，小鸟会飞耶。蝴蝶也会飞。鲤鱼鳍飞起来了。哇，风车转好快哦。哇，好酷哦。我也有一个狗狗啊。哥哥继续。奶奶。莎拉。奶奶，我想拿昨天请你帮我保管的公主风车跟七七零零一起玩。好啊，拿给你们。不过啊，那个公主风车啊有点重啊，你们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。好，我会跟他们说。我去拿公主风车。那你们呢，先去看看我的好朋友。其实我们今天不想演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想听歌。这样啊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带我们去听歌吧。它都没有动耶。琪琪，那你把风量调到最大。好奇怪哦。应该是风太小。琪琪，还有别的小电风扇吗？我去跟奶奶借。奶奶，还有别的小电风扇吗？要很多。
啊，要很多啊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们要把莎拉的公主风车吹起来。吹起来呀、啊嗯、哎呦啊，莎拉的那个公主风车有点重啊，应该是吹不起来了。嗯，我们想要试试看。哎，好好好，让你们试试看。哎，我去找小电风扇。嗯。哎，那你们呢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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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呦！